是想说就是要来跑故事模式，我们只有昨天三个人很尝试努力的十分钟去了解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但就真的只有十分钟。是的，走咯，走了走了，前面应该是会有小小的那个那叫什么教学，所以应该还好。我躺分教学，你才躺分啦、啊！我看到有一颗木头圆圈在讲话，那是洋葱吧？哦，它是洋葱。我宁愿丢在南瓜。你说那个国王是洋葱哦，还是马铃薯哦？那应该是洋葱吧？洋葱啊！如果他的狗狗很喜欢吃洋葱怎么办？他说什么？不是，他旁边不是有养一只狗吗？等一下他就把主人吃啦、啊。加精油，然后加入面粉。你哪里听不懂啊？好。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他是不是有发出声音啊？有，他有发出呼嘿的声音。好，怎么玩啊？从那边拿一颗生菜，拿来啊。啊，然后嘞，按照顺序哦，菜。我们把菜虫放在这边，让摇去。A P P， 你一个人做工了，好可怜哦。对啊，我怎么那么可怜啊？你怎么那么废啊？我要放，要放一起哦。点工作，要放一起哦。你莫名其妙啊！我要切菜哦，不然就放啦、啊！角落哪？切啊！你是瞎了？好了，还要继续切哦？没有啊，番茄跟给菜啦，没有啦。你莫名其妙，你看我生气哦！我直接完全在耍废。干他们丢食物丢得很开心，可是我。我们好无聊、哦，我还得看他们丢了什么。欸、不要丢瓜，没有要瓜盘子嘞，盘子。对不起，对不起，盘子。让我生气。菜拿来啊！这盘子，盘子，大胡子，盘子。这只老鼠是讲话。我。那个对面那个可怜的劳工。那一盘菜先拖去啊！盘子。怎么生气？高兴什么啦哟？你妈才高兴呢、啊！她不高兴啊！啊你妈不高兴，你妈怎么了？还有高丽菜，还有高丽菜。等一下，我刚讲什么？哦，瑶，有人说瑶，你可以先放桌上啊。我可以先放桌上啊。哦，做事、啊、不要哎，对啊，你丢过来比较快，你不要放在这里啊。丢过来啦，你放在旁边比较好啊。对啊，你才知道、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吗？番茄。我刚那盘干嘛还没好搬走干嘛？你疯了！我以为时间快来不及了，给别人的、啊。哎呀，按错了啦！懂了啦！不是我拿盘子干嘛、啊？好像不是你小、各位，这还只是一开始哦，不要忘了。这应该只是教学而已吧？看在洋葱的勤奋上，一定要学会团队合作。哇，完蛋了 ！Hello， 哎呦，吃饭啊！吃饭，哎、欸，这个根本不能叫 overcook 吧，这个应该叫 overwork 吧？吃饭啊、你才吃饭啊！哎、欸，我边走边放屁啊！大家都边走边放屁，这个可以控制吗、哦？这个车子好可爱哦！谁开的？可恶，怎么不是我开？哎、欸，我重返，我要开房，是我开的，是我开的。重返，我要开房。喂，不能给屁孩开吗？真的想给我开哦？我觉得其实 就例如开车、开船、开飞机这类来讲，我觉得你开好像真的比较好一点。这种东西你是能开去哪啊？你问兔子阿比啊。什么？我们现在要干嘛 ？Lady， 有鱼哎、欸！现在干嘛？现在干嘛？现在干嘛？切鱼吗？鱼拿来切啊！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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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啊！给菜呀、啊，屁屁啊！你们给啊，我切啊！所以我的分工是什么？啊、我今天负责拿鱼。哎，盘子嘞？没有这种东西。你去拿盘子啦，我切啦。哪里有鱼啊？你去拿盘子啦，你有没有听我讲话？我要求很多呢。这里有一盘鱼，没有盘子啊。烤鱼啊！我不行，我不行了，我快死了。盘子啦，盘子嘞？哪里有别种东西？切了鱼干什么？啊！下次，去拿盘子啊！这里放这里。放這裡快一点，算了，不给了，不给，生气！不是，你会不会拿盘子？盘子嘞！还有编码？你拿去给人吧。虾子，为什么整只虾在桌上切一下好不好？我原来这个还没切。
等一下，你去拿盘子，我切的还比你拿盘子还快。虾子切什么切？为什么虾子要切？不然呢？虾子不用切哦。不是，为什么？要他不想，这个游戏不想切虾子。虾子明明就要切你的片，乱丢。看，你丢食物，连笑到快要没有力气。不是盘子啦，你看有盘子啦。哎呦，我的笑到快没有力气啦。不是没有盘子了，你有毛病？有啊，盘子不用洗是不是了？你们谁洗盘子啊？没有了，地上都是虾子啊。走开啊！鱼啊，鱼嘞！等一下，我怎么又抓虾子了？现在要鱼你不切，你走去把虾子拿走。走去拿个鱼。左边有人切，你要去右边切。走开啦！不要丢虾子啊！小张不行啊！你闪回给哪？拿到什么？好难哦！去拿盘子啊！我快不行了。不是，你不要一直拿到食物就丢好不好？这样才快一点啊！屁呀！盘子啊！哦，盘子啊！超好喜欢盘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啊！怎么又要虾了啦？呀！走开，去切虾、啊！天哪！虾子，虾子！哦，你是死了是不是？啊！虾子嘞，给我，我要你还丢！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从头到尾上都找痛。我刚刚叫你拿盘子，你在那边猛丢食物。好盘啊！都在丢三小，不是地上都虾子。重点是我要走过去上菜，你还拿食物丢我，害我在那边走不过去。好丢啊！走了，开始等一下，我看，好，等下分工一下，分工一下，我来切东西。哎呀，分什么工啊？这游戏讲那么做工是不是？就那么研究？所以我说这个不叫 overcook， 这叫 overwork。这么讲究。今天要怎么弄？煮饭哦，煮饭啊，煮饭，煮饭，煮饭，完蛋了，我有不好的印象。走开！不要拿饭丢我！拿切鱼，拿饭丢我！切鱼啊，大哥！摆这上面啊！这要放哪里啊？啊，先摆这里，先摆这盘，摆这盘。有啦有啦，它都烧焦，烧焦了。你说谁啊？饭要死，饭要熟了！饭！等一下，我有在，我有在看，我有在看，我有在看。好看吗？等一下啊，不是啊，盘子嘞！盘子要洗呀！拿去这里放啊！啊，鱼丢上来不切是三，我要切鱼。饭呢？啊，怎么有人在我们厨房走路？滚！饭上去了啦，煮饭呐！好煮啊！我，哎呦，走开！我要煮啦！煮菜啊！谁在那边丢饭团啊？饭团，哎呦！哎呀，烧起来喽！真的是有东西要烧掉了。等一下，切鱼啊！我不是切鱼吗？为什么你老爱跟我做一样的事呢？哎、欸，这生的饭哦，还没熟、哦。哎、欸，那一锅好白哦。这什么东西？哇，为什么这个不能？那个没饭，那个海苔鲍鱼是怎样啊？那个没饭，那放回去啊！那还没熟、喔，要多久啊？谁在煮饭？谁在煮饭？锅子。我谢谢哦、喔。快点！你有病哦、喔！切是什么鬼？我要饭、喔、好了，干嘛？我要切鱼啦！给盘子啊！烦哦、喔。啊！什么给盘子？盘子扯的，你要用在盘子上面做盘子吗？盘，等一下，我放饭，这个饭没熟是怎样？谁煮的？那个叫米。那你为什么要把剩的拿去放啊？哦，走开啊！盘子了呀！这个，那上去，全部丢上面，就只能放一个啦。等一下，放开来好吗？走开啊！不管了，我拿起火了。哦哟！好痛，好累哦。哎、欸，一定是咬啊！已经拔刀见害的啦。这个模组好难玩哦。有三颗星，我们刚亮有三颗星哦。
谢谢你的观赏，还看得开心吗？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锁定我更多动态。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拜拜。